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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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今天浩荡荡的？毕文静，你还背了个包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我背了一个包。我们好久不见了啊，是是是，哇，来，小贾。Hello， 小贾，应该我们都很熟了。来来，我看看有没有都有没有谁没有露脸啊？看看啊，我们今天七位应该直播间能坐下吧？让我看看手机啊，看看看手机，我们离近一点点。可以，啊 ，OK OK， 这样能看到了。来，可以，这样我们一起给大家打个招呼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用你们的方式好不好 ？OK， 来交给你了，接下来。OK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Next， 耶，好有气势。对，因为平时我们都一个一个来，今天我们是一来了。七个合体了，而且我今天也穿了这个衣服，嗯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都看过我直播吗？当然，都看过啊。哎，你平常会有网上买吗？买东西吗？我跟你讲，那个范丞很诚实，应该没有时间啊。对，因为不太会网购，对，不太会网购啊。网购这个技能还没有 get， 我们比较穷。真的假的？他们开始在打你的名字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没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打你的名字。然后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口号，哎，小贾应该知道啊。我们有个口号，我这你也知道。嗯，对，没错。是废话不多说，然后呢，先来抽播奖，因为今天我们合体，那抽什么呢？我想看啊，抽啥呢？抽你们这个衣服吧。抽我们的衣服？你想要我们的衣服是吧？对。虽然想要我们的衣服呢，哈，但有没有可能呢，哈？那也是有可能的。那我们这样抽我们上的 T 好不好？好，猫和老鼠的 T， 但是这个 T 比较特殊，有他们的签名。哇！哎，有你自己签名，哇！要不要这样？厉害了，这个有自己签名，哇，好厉害！七个人的签名。对对，有大家的那个七个人的一个签名，好不好？送这个给大家，好不好？这就一件，对吧？嗯。对，一人一件，抽五个人，抽五个人一人一件。哇塞，我能少抽一件吗？我能少抽一件吗？没事，我们之后啊，是吧？再领20件，好吧？那口号打什么呢？口号你们随意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我觉得口号随意吧，大家打什么都行。好，我来刷新一下，或者打那个，对，打那个月华 next 也行，打 next 也行 ，N E X T 也 OK， 随你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。好，五件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猫和老鼠的 T， 这个 T 是。画家里面，你干嘛笑成这样？你不笑的。桃子，你笑的。想要。没有。来。好的，来准备。嗯。随便打什么都 OK 啊！来，我刷新一下，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，结。好哇，打的都是你们的名字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位叫做九纳酱子，然后第二位，哎，又来了挡脸的时刻了。第二位是流年似水，第三个是米七夏，第四个是水晶，尾数是0603。第五位是余杰 LL， 恭喜五位中奖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好，因为今天咱们一起来了嘛，就前两天是疫情，大家待着都挺无聊的吧？没错。有没有 get 到什么新的技能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不信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家就睡睡觉。所以你 get 的新技能就在家睡睡觉。对对对。晨晨呢？对，我也是睡睡觉，做做歌，然后呢，多一点就是打打游戏吧。打游戏啊，还打游戏，我也打游戏。你们都打打游戏，我们都打游戏，睡睡觉，做做歌，打打游戏，睡睡觉，做做歌。好，你们很统一，整齐划一。所有的那个疫情在家里面的一个就是宅的技能就是吃饭、睡觉、打游戏、听歌。对，没错，做是不是？看直播。看直播，看直播，看直播。耶耶，然后那个我想统一问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特别怕的人？比如说有人怕经纪人，当然是杜华姐了。统一吗？统一，老板可以，是吧？就比较怕他是吗？尊敬，其实尊敬应该，尊敬。因为我们很多那个团体也好，然后来也好，然后经纪人都会，因为是直播嘛，我又不能剪辑，他们很怕说的什么话，然后呢，就会一直在扎自己的胸口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游戏，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很喜欢看你们玩游戏，是，所以今天准备了两个特殊的游戏。第一个游戏是今天难得 Next 在我们直播间合体，我们玩个小互动，然后名字叫做我做过你没做过。好，每个人讲一个，就我做过你有可能没有做过的，然后大家伸出手指，然后如果说你做过的话，你就把手指放下一个。对呀，不是，解释没有做过啊，没有做过，没有做过放下一下。对，没有，一只手还是两只手？我们总共是每个人一次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大家我八个人，八个人，就反正你十个也 OK 嘛，反正就是如果没有做过就放下一只手，好不好？嗯，
就尽量说一些我做过但你没做过的事情。对对，尽量就我可以但你们不行的事情。嗯，好好，好不好？那从谁来？从我开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啊！就做过，做过放一个手是吧？不是，是这样，就是姐，你说他们没有做过，他们就只能放下。对，剩下的手就比较多嘛。对，等下我们后来输的人抽奖送东西，好不好？对，好吗？来，第一个，我生过孩子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没做过就是我生过孩子，没做过，真的没有孩子。没做过，仔细看一下啊啊啊！等一下，好，来。来，我收到过薇娅姐送给我的礼物。哦，我也收到过。来了都会有的。好了，自己捡一个吧。我刚刚来之前给我们一人送了个礼物。对啊。好，好，来来，那你换，给你一个机会换一个。啊，还有吗？嗯，我科目一过了。科目一，我也过了。那你又自己给我捡？有没过的吗？有，这样，有谁科目没过？没过，你科目一没过，没过，你在干嘛？那没考的怎么算？没考也不算啊，我也工作了，疫情阶段努力做歌，没时间学习。你有准，你有准。只剩八分了，你只剩没考过，没考过，没考过的也不是满分，没考过的也说，我也算，我满分，对，长短的，有奖，你知道的应该有。没考过的也要知道，我过了，我科一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哎，那我直接来，就你，到我，我全国比赛拿舞蹈比赛拿过一等奖 ，OK。舞蹈比赛是吗？啊不，哎不能改啊！等一下，不能改。我全国古典舞比赛舞蹈比赛拿过一等奖。我们所有人都没做过，就你自己知道。对啊，所有人都没做过，我知道这。那啊是吧？等一下，我没清楚游戏规则，让我换一个。就这样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要我有你们没有的嘛。啊，我有。他们没有，我当时骗你的，你居然相信你说的是，你说对了，游戏规则，我对了，我对了，我对了，你们快折折折，我折折，来，八个，太可爱了，我快没了，快没，那你出题了吗？你说一个你有的，别人没有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螺蛳粉，我也没吃过，我吃过，对不起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哪几个人没吃过螺蛳粉？没吃过。你没吃过，没吃过啊！你们都没吃过，只有我一个人吃过。什么？你们是不爱吃那个味道是吗？对啊，就是在外尝试，我也没尝过。我们可好吃了，我跟你们。愿意尝试一下吗？就是只能晚上说好玩，但是也从来没有。来上螺蛳粉。但也从来没有闻过那个味道。好，来，我们下一个啊，来，那这个我觉得啊，你们基本都会吃过，但是你们这么多人，竟然只有正经吃过啊！来，还有继续。我吗？我有驾照。有驾照，哎，有，我也有，马上要有了算吗？来，马上就有了，马上要有了吗？现在还只有我跟老毕，嗯，好，马上也不算啊。好，来继续，对劲。我想一下啊，三，本来想说我这个是错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臭豆腐。哦，我也没吃过，我吃过，吃过。再说你没吃过，咱俩那次骑自行车，你忘了？你吃过，吃过，你吃过？哎，我自己都忘了。那次我们他吃过，吃过，那给你个机会。烤冷面，那是臭豆腐，烤冷面吧？毕文君，你连烤冷面跟臭豆腐都分不清吗？你的味道，前面是空地儿，你们再说一个，他当然也说了一个，重新说一个，重新说一个啥？啊，再起来，快。给你五秒。我从来没有游球啊！啊，我游球比赛拿过冠军。OK， 你了，扣了吗？扣了。来，责任人七个。啊，我街舞比赛拿过一等奖。街舞啊，你了。你厉害。对，是的。我染过红色头发。我也染过，染过红色头发。没染过。没染过。你啥时候染？啥时候染？不是打我一拳，我现染。他染过。我真染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没关系啊。现在还少几根手指？先看小伙伴们。六个。我有五个。四个。六个。四个。五个。有两个六个。你们怎么会六个呢？因为我们比较优秀吧。这么六。那我们谁来送礼吧？我觉得这个。他俩石头剪刀布吧。对。我们两个吗？对，我们这游戏很特殊，对，不是输的人送，是赢的人送。没有，石头剪刀布，OK， 好，我送。好，对，你送是吧？那我也送啊，因为我也剩了很多嘛。那我们送什么呢？我们还是一样的，我们送评分。
平分10000块钱，哇，五个人，我现在就等一下，那个我要去干了，我要参与一下，我参与。我们工作人员拿手机，快点，快快，快快，自己工作人员回到公司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哎，你们说工作来了，我问一下，刚才签你们自己的名字，你们来了。哇，然后现在说抽10000块钱手机，手机拿来，这明显差距，好吧？来打起来，口号啊！我们打那个月华 next 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抽评分10000块钱啊！然后等一下，我们的小贾因为还有别的工作要先走，所以我们要一会儿要马上让他走，要不来不及了是吧？一会儿飞机，是吧？那你要不要给 VR 女人再讲多讲两句？我觉得就是要支持我们月华妻子的，然后支持我们的特步，然后多支持我们薇娅姐，然后就是要一定要赶紧抢到这个红包。是你不是现在直接走就为了抢红包吗？没错，我现在就走，赶紧拿这个手机。对，因为那个小贾的话，他一会儿有要赶飞机，所以特别赶，所以我们得先帮他走啊。是的，好，大家理解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不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赶紧把奖抽完。好的，好的，嗯。来，那我们先去抽一屏幕啊！好，准备，倒计时5、4、3、2、1，五位平分10000元现金红包。来，第一位叫做 Timmy 尾数是2011，第二位宝贝计划728，有吗？有吗？这里有吗？没有，是阿华平分 GL71521，恭喜五位中奖。好的，哇，五位啊，对，五位平分，五位平分10000元，我们等一下还有奖送，因为刚才是那个他们送的，等一下还有送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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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几个月的工资，好几个月的工资，哎，暴露下来的话，一会儿把你这句话，把你这句话录下来，然后回放里面，在微博里面全是好几个月的工资啊，然后就表情包，你竟然会有很多表情包出去的，然后是不是喜欢看他们玩游戏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对，超场战，对，很 real， 对不对？胜负欲很强，对。对，所以是不是还想再看一轮？也现在有游戏很火，叫《击鼓传花》，你们都玩过吗？嗯，击鼓，小时候玩，传花，有击鼓传花吗？不可能，击鼓传花，来，丢手绢那种吗？丢手绢，来，我等一下放你的歌，然后说暂停，停到谁就停，停完之后，然后我们有一个惩罚，然后要对着镜头很近。然后玩一个游戏，就我三轮，我们有三轮，我们等一下说惩罚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第一个，然后放音乐，来音乐来了一下，我开始放了，放你的歌，然后呢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可以扔，没关系，对，停到谁的手就停 ，OK 吗？好，来开始了啊，来3、2、1，稍等一下啊，音乐有点卡啊，我手机有点卡 ，Sorry， 开始。来坐，请坐。你看，你就是老板，你我们都能摆。好，下来这个要正骨吗？来，屏幕请对准，来放大一点点。这是惩罚吗？不，这是享受对吧？对于人来说，对我来说，你平时辣吗？这个惩罚不行，给我。所以你现在这惩罚你很开心哦。很馋哎姐，后面很馋。这惩罚我也行。后面很馋，他来惩罚我们。等一下，是要把它吃完吗？不是吧？不要吃完了，我觉得就挺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这个惩罚就吃辣条 ，O 不 OK？ 让责任了，别，来给我拿点纸。全团唯一不吃辣可以不？对，好，可以吗？来啊，来，对着镜头啊，注意你的表情啊，因为现在他们在做表情包，表情管理，你要表现出很好吃的样子。哎呦，这个是好吃辣吗？这是带了个大辣棒吧？哎呦。不是那个，那咱俩谁可能？不是辣条，出话了，出话了，兄弟，出话了，嗯，出光，快，你得用，你先，我不用，太客气了，哎，你能不能拿一个另外给他吃？你吃了一口，然后你吃，辣不辣是吗？我来吃，责任没了，哎呀，真是，辣吗？不是，他脸红了，这看来是真辣，你这。后面的孩子们，就是很好吃，但是很好吃。好，那这只是其中一个啊，来缩小，我们继续吧，因为太辣了啊，我们就也不能为难他们。来缩小，来弟弟们来，请我们下一个继续来。还玩这个吗？对，还来继续这个。然后第二轮惩罚我也保留一下啊，也有可能是你们喜欢吃的东西啊，我觉得下一个有可能你们都很爱吃哦。
是吗？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继续来了啊，来，开始，快！飞一般的感觉，飞一般的感觉，这椅子终于交给你了。哇，晨晨，给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现场，我也有点抓不住。你这是直播现场，不是就是这种直播的这种设备这么多，就让你感受到飞一般的感觉，让你感受特步飞一般的感觉。好。请把屏幕对着我们的晨晨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下一个就太大了，你真的要这么大？太特。好，你知道吗？下面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应该很爱吃，有可能很爱吃啊。哦。但这个不仅是吃，哎呦，这是要一边吃柠檬一边表白喜欢你的粉丝。OK。OK 吗？我以为。等等，我替你吃吧。我补充维生素吗？我要解释一下，我这个最近那个磕了。哦，那你就还不要吃，不要吃。然后就那这样快，我们一人吃一片，然后再来说话。好，可以，他们来吃，然后你对是这样感动。不要吃，不要吃。你那就不要，你这样吧，还表白一下。然后这个里面现在是那个肉掉，这谁切的这么厚？太厚了，这个。你们好实在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钱吗？想想当练习生的时候那种艰酸、那种辛苦，就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。你们现在把它团结出来是吧？都走了，好了，讲完嘴了。我没事，我没关系，我这没上妆，然后大家别担心，他没给我没虐待我，虐待，对我很好。对他们说让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好不好？那我觉得那晨晨的话就对着镜头给大家表白一下吧。好好好，好吧。哦，我他已经不行了，你看，好不？好。哎，大家表情管理好，表情管理好，给我 OK。我要说什么？说句感谢的话嘛。今天好多人一直在让你注意身体啊什么的。我特别好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。然后接下来就是519要发新单曲，然后这就是我要对大家最好的表白，爱你们，谢谢。冲！我519发新单曲，大家支持一下啊！所有人去支持一下啊！好。OK， 谢谢，祝身体啊，坐那里还有一轮，长发长发，还吃吗？他们刚说毕永金一口把它吃完了，还在后面是吗？好酷哦，对，好，眼泪都要了。来，我们还有一轮，然后后面那轮的话不是吃东西的，但也很有趣，嗯，也有可能你们也哎觉得还挺好玩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第三首歌啊，准备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准备，开始。你俩谁啊？没接过来，我已经不该宣传的，我已经宣传了。这样吧，好，来正题嘛。嗯，好，好吧。来，那我也宣传一波我的新歌。宣传你是来惩罚？你出话了，你刚才站起来说。不好意思。哎，嗯，真的算了，我们这里应该很熟啦。啊，对，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的话，不用一会儿可以稍微小一点点。嗯，当场，对，给其中一个队友编一个彩虹屁，你选一个。来吧，这个冲我来，这个冲我来，我不介意。好，来，让我想想啊。彩虹不是。彩虹屁，这那叫什么什么什么？让我看看啊。不是，随便，我们的谁都行，我开玩笑。那就多 nice 红红火火，好不好？我真不知道彩虹屁，那就关彩虹屁。我们七个人都是盛世美颜，可以吧？对，你要说就算下巴磕了以后也是盛世美颜，就算下巴磕了以后也是盛世美颜。对，你要说吃了柠檬之后也是盛世美颜，再吃了柠檬以后都是盛世美颜。再夸一夸组合的新歌，再夸一夸我们的新歌特别特别的好听，然后新纯马上也要发歌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然后我的新歌也上线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好，然后一会儿抽波奖，我们快要打绝什么盛世美颜，盛世美颜，盛世美颜啊！然后后来今晚会截你们各种图片，然后上面打了四个字盛世美颜。大家的表情，然后一个都是在吃柠檬的后面，
那样的一个表情。然后还有我们支持这个什么，我们要多多支持特步，好吧。好，所以那接下来环节的话，我们给大家上一个产品，就是这个鞋。你刚刚一直在讲特步嘛，那我们就今天也是代表特步来的嘛。我们等一下的话，对，哎，你们都穿了哎。穿了。啊，他每个人穿都是这个鞋，每个人都穿这个鞋啊。那今天就是，晨晨也好，你们很多也没看过直播，也不会购物，对吧？那其实有看，有看什么？都有看，你热搜很火，你每次都卖火箭，对啊、卖火箭，都有看。我看到了。不是，我想说就是。我既然说很少看，看过也 OK， 然后今天可以自己当主播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样啊，我们今天就简单一点，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，然后你觉得你心中他的鞋是什么样子，就真实的，就你觉得他鞋他优点在哪里，也可以说缺点，没关系。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都讲一句吧。从谁的？OK 啊，你们都。但是队长鞋这种事情，队长应该一马当先，快。好，来上。来了啊！啊，来了啊！接下来我就要推送给我们的正题主播上线啊！正主播快！啊，正主播，我等一下啊！来，首先呢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的特写，是不是它特别特别的棒？然后它的视角性嘛，要是视角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看它这个是有透气孔，真的非常的棒。然后再看它的鞋底，然后今天包括我也穿过了，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舒适。然后。穿上去以后，我都感动的流眼泪。拥有它，你值得拥有它，真的。你看多么的耐拍，看看我们看一下它的柔韧性。我的天哪，好专业，对吧？特不得了，真的是。再看一看它，对，就是特别特别的。好厉害，真的。厉害。上一下是吧？来，真的。我想想，我怎么夸一夸他？对，你就真实的感受，你觉得他的优点啊，或者哪里缺点也可以，因为他这鞋是减震鞋嘛，比较轻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就是，首先吧，你看它就是颜色特别的鲜艳，我好像不太哦，彩虹屁，颜色特别的五彩缤纷，然后它的这个外形酷炫狂炸。然后他的造型感也很强，我感觉就算你看手放进去也很舒适的一种感觉，就很完美，很适合每一个喜欢潮流的那种人去或者运动的人都可以拥有它，对。OK， 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！啊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跟我，来，快来，我们一个啊！要命！对，来。第一次觉得卖鞋。来，星纯，来，请换一个颜色。换颜色，来，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换个颜色。星纯，来，你拿这个颜色。啊，黑色简直就是太酷炫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一种说不出分一般的感觉，上面有斑点，然后黑色呢就跟白色的相比呢，多了一分酷炫，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。然后上特步期间内买同款618，还有我们的宠粉礼盒，太棒了！哇，可以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上这个链接啊，不用担心，来。哇，你们都说的太好了，我特别有压力现在。你不用压力，因为孔王子里面讲的也很好。没。对，来。来，换了一个颜色啊。换颜色。看我们这双鞋就是。以灰色为主调，然后这有这样的泼墨斑点啊，对，这样的泼墨斑点，没有人质疑，泼墨，特别好，一定要给自己，对对，我说这是泼墨，对，泼墨，然后这个特别的软啊，穿特别的舒服，因为我脚底下有踩，对，拍的时候也有穿这个鞋，特别的柔软舒适，特别棒。我刚才说 OK， 可以，谢谢。来，你继续。泽仁来，泽仁给你。泽仁还是少他，你想要哪个？你挑个颜色吧。那就我脚上这一双吧。好，我脚上这双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。好，你这上脚的已经啊。它的外形我就不多做介绍了。说点啥？我觉得我自己说没用，大家一定要自己入手一双，对，脚上试穿才能知道它真正的感觉。因为我是跳舞的嘛，所以如果大家你也喜欢运动啊之类的。可以来一双试一下，是真的特别舒服，特别轻，而且减震效果真的特别好。对，我觉得外形这些东西大家也可以去做设计，但是实用性的话真的是很难得，我觉得特别舒服。就像如果在舞房有一个人穿上这双鞋，但是我没有穿这双鞋，我觉得就像刚刚吃的柠檬一样特别酸。对，所以我就很羡慕，大家一定要入手一双。
然后你知道吗？这款鞋的话，最主要我要补充一下，它很软，真的很软，讲得非常好。这款，好吧？它的名字叫什么？它名字叫什么？它这款名字叫做特步山海鞋，祝特步山海鞋大卖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最后一个特别有压力。来，你知道人吗？因为全哲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最后一个压力啊？因为都被他们讲完了。说点啥呢？说点啥呢？你觉得来哪个颜色？看特步。来，看就好了。啊哈！买它，然后看它脚底有个 X， 我们从不定义鞋子。我们什么什么啊？我们就是特步特殊的标志，对，特殊的标志，特别的软，对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就往上不是往下，他说你怎么掰动他的手？你要太可爱了，往外掰。好了，那这样吧，我们让那个群众，我们一起来把那个价格给他们讲一下吧啊，他是卖289的，我们直播间189，我们直播间便宜100块。我们直播间便宜100块钱，详情页领一张券，来，我们去把链接上上去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倒计时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，缩小一点点。好，我们今天总算让大家各位弟弟们体验了一下直播，对不对？就卖东西方式，就一边讲产品，一边把链接也上完了啊。然后这个鞋，然后我来总结一下，主要就很轻。这次来的鞋的话，就减震的很轻的一个气垫鞋，好不好？就是总体来说，感谢大家，真的感谢大家。今天我们来体验了非常愉快的一个直播方式的一个秀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我们要不要我们整体摆个 pose 合个影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合个影好不好？让他们截图好不好？把这拿来啊，来，因为我们穿了这样的衣服嘛，来准备啊，来3、2、1，截了吗 ？OK， 谢谢。谢谢，欢迎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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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